恭喜发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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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知道我是誰足金金猴啊呢个就是大家新年快乐啊大家新年快乐我姓丙的我姓丙我名叫阿新丙新丙新欠丙啊你姓欠啊丙新猴就是我啦啊真的啦我們今天這个年初一呢當然是要合家欢乐、啊、所以呢我們三个人一定合家富贵啊我喜欢首先我們三個一定要人齊先啦，因為 Radio 99 TV 的這個我們全體的成員啦都在這裡啦，同人要鞠躬是吧？齊齊整整鞠躬，齊齊整整先，喂小心啊，不是不是鞠躬一下咯，不要亂鞠，是啊。咁啊，除了我們三個齊人之外咧，咁我們今天有位貴賓嚟我們這個錄音室嘅，大家好，佢就係好多人喺度揾佢嘅寶善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耐冇見，寶善老師，失驚無神就收到啲 PM。宝善去边啊？我点样揾到宝善？点样揾到佢咧？可唔可以介绍我识咧？吓、啊，想跟佢学乜啊？学乜啊？咁样啦，好辛苦啊！搞到我，知唔知啊？真系多谢你，多谢你转介咁多个案过嚟。咁我就唯有叫佢哋就系、是、PM 啊，宝善老师啊，咁样啦。即系我哋 Facebook 嘅专业宝善老师四个字。OK， 咁啊，今日就生擒咗你翻嚟啦。系系啦，咁啊，大家即系记住今日咧就要。嗌埋啲姨媽姑姐一齊聽啦，揾阿寶善嚟開年啦，我哋就咁啊，真係富貴啊，真係真係富貴啊！咁啊，寶善點啊？近排點啊？使唔使講下啲近況先？啊，大家都好關心你。近排上次我哋自從上年一別之後，哇，係咪一別啊？哇，都好耐啦，好耐冇見啦。上次嗰一別真係都好耐，因為原來我哋上年新年咧都一齊過嘅。係啊，我哋上年即係所以，我啱啱同阿肥蘇就認識嘅。係啦，冇錯。啊，鬼故一周年啊！我哋仲影咗張相，係大家揸住係揸住揮春咩掂個碌蔗啊咁樣啊嘛，我記得係。跟住就嗰陣時就喺灣仔嘅嚇，我哋舊公司啦。係啦，而家一年之後，哇，真係嗰啲叫咩啊？物咩咩唔係人面依舊。系啦，啊，人面依旧，人面依旧，网台全飞，节目全飞，节目全飞，咁而家我哋都有少少黑森林影子嘅，其实都几好啊，系啊，都继续沿用翻，即系因为我自己即系嗰个 B B 嚟噶嘛，系啊，我哋生个类似佢咁嘅 B B 出嚟噶嘛，系啊，咁啊。嗰陣時阿寶善就幫咗好多手啦，咁啊點啊？而家最近係做開啲咩啊？我最近都係喺醫院做嘢啦，咁同埋翻嚟香港講課啦，呢排多咗翻嚟香港。有段時間你唔喺香港喎，好多時間。係啊，好多時間喺大陸啊嘛，咁啊坐診啊嘛，我係做中醫啊嘛，做醫生咁樣啦。咁但係大陸嘅醫生同香港啊唔一樣啦，因為我哋其實好接近西醫嘅，會用到即係會同人做手術啊，好多嘢。係會打點滴嘅都係咪？係啊，都會打點滴，即係中醫打點滴啊。入轉部咁咪做好多西醫嘅嘢啦，係嘛？咁啊做醫生啦，咁另外咧就係有班網友啦，咁啊我搞咗幾次公開講座，一次喺 City 啦，教佛學班啦。咁啊，另外就係喺出邊都有搞，即係大多數都喺 City 搞嘅。咁我哋嘅佛學班啊，咁樣咁啊，有一班嘅好有心嘅網友咧，就加入咗我哋圓燈院嘅大家族啦。啊，有十幾二十個啊，咁都好。好優秀的網友嚟嘅，嗰一班都網友。點解會係網友咧？網上喺網上認識嘅，係啦，即係通過黑森林啦，係啊，係啦，即係又即係多謝花家姐。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咁啊，通過黑森林啦，咁啊，跟住就認識到我啦，咁啊，跟住就喺我哋關注我個 Facebook 專頁啦，咁跟住慢慢就加入咗我哋呢個大家。呢啲都係姻緣嚟嘅，係啊，係即係好有緣分。即係冇諗過咁樣，反而網絡嚟嗰一班咧，先好有心，係啊，非常之有心喎！呢班人即係其中咧有一個咧一定要讚嘅，一個叫做 Marcus。咁咧我就話啦，邊個咧？即係當然佢就除咗佢要參加我哋一啲公開嘅講座啦，你嚟到啦認識我，咁就係我哋介紹咗佢睇一出叫做《和諧拯救危機》啊，淨空法師嘅一段一個片集，總共有七集嘅，每集一個鐘，即係七個鐘。你睇完之後仲要寫心得感想報告俾我，哇！仲要寫啊？佢真係睇曬之餘，仲要每集寫心得感想報告。咁跟住佢呢個誠意打動我，我話你嚟上堂啦，咁跟住佢就開始跟我上堂，就咁樣。犀利啊！有啲咁特別嘅網友㗎，係啊，咁啊，佢犀利。我連喺聯交所讀書嗰陣時啊。
咁多年啦，都未写超过五个读书报告，真系冇睇嘅，全部都系抄，全部都作嘢抄人啊，改少少系啦，明知个老师唔睇嘅系嘛。不过你哋睇净空法师啲嘢，睇完咧你自然会有嘢写噶啦。系，冇错。因为你睇佢啲嘢好舒服噶，啊，你唔会睇其他嗰啲睇完唔明咯，净空嗰啲睇完包保你明嘅。系，冇错，冇错，系啊，净空法师好好。哇，好多好嘢推介喎，今日。系啊，咁啊，今日新蒸头啊嘛，要送好多礼物俾人哋噶嘛。咁啊，今日有啲咩礼物带俾我哋？听众先，你第一次上嚟我哋呢一个新嘅平台，系冇错。咁啊，正我哋又讲开啦，正月初一有啲人就问我，佢话：，诶，宝善，我系咪正月初一食斋咧，就等于全年食斋啊？你唔知你哋有冇听？诶，我听过，我听过，你听过？我有 friend 就话初一唔食得斋，我就问佢点解？佢话你初一食咗斋就全年系啦，你咁讲，成年食斋，我所以要初二先食斋。姐，呢啲讲法，呢个系调转咗，系咩？系。他说你初一吃了斋等于全年都可以都吃斋，就是说那个功德啊。是啊是啊。啊就是等于，就不是说吃斋，就是没东西吃的意思。其实他吃斋不是真的没东西吃，他真的沟不到女的。他有点全年要吃斋，我就觉得。真的惨了。他就说哇，全年要吃斋。他沟不到女的，你知不知啊，吃斋其实我相信这个肯定是一些谬误，就是等于你说那些人说恒生指数在个即是一年的开市的第一日，如果是红盘收市成年都会升的。是啊，类似你这些讲法了，没错了。错的。啊，那还有呢年初一呢，他这一日呢很特别的对于我来讲。那我们佛教徒呢，年初一就是弥勒佛诞，就是那个笑佛弥勒佛。咁亦都系我阿嫲生日啦，又系我阿婆生日，所以年初一咁巧嘅，系啊，又咁巧啊，咁所以咧，咪年年都系噶，佢哋农历，我哋计农历噶嘛，系啊，咁啊，所以我屋企咧就有两位老人家生日咧，同一日生日，初一嘅，咁啊，跟住啊，弥勒佛诞，系，咁咧今日咧，阿鬼姑我话，啊，新蒸头，我哋讲啲咩咧？咁，咁我就话，不如我哋讲下。一家人欢欢喜喜啊，系嘛，欢欢乐乐，梗系要啦，齐齐整整，齐齐整整啊！好啦，咁我啊问下你哋啦。首先你报告下先，你屋企有啲咩嘢家庭？第一号报告总司令系报告咩嘅生活？你屋企有咩家庭成员而家同你一齐住嘅？有我我屋企个女人啦，系，仲有要爆人哋私人。好啦，我只龟走咗之后，而家好孤零嚟。O K， 好，两个人。诶，你咧冇两个人，我唔系你两个，系两个，你老你好，我将啲乜搞错咗？哎呀，王太好伤心。我同我细佬住咯，间唔中佢条女又会上嚟住啊，一日半日咯，一个月，即系两个半日，二点两个半，两个或者两个半啦，你可以多啦嘛，系间唔中。我就同我妈住，咁间唔中咧，我条即系又系两个半日，两个半日 ，OK， 两个半日，好好好。咁我就自己一个人住嘅，系我自己一个人住嘅，独居，系独居啊，独居长者，独居我都唔知独居咩。喂，大家你知唔知啊？宝善啊，廿几岁嘅咋，有啲人可能啱啱即系啱啱识宝善啦，今日可能咁啱开到我哋呢个节目有缘啦吓，入到嚟结缘，结缘系啦。咁啊，话俾大家听，宝善咧其实而家系二十有五六啦，系啊，准备七啦已经。我识你嗰时廿三，好似你都系咩？廿二定廿三，差唔多唔记得，几年前啦，几年前啦。长大咗啦，而家，但系个样都系咁卑鄙。系啊，我个样都系冇变过，所以成日俾人虾，好惨啊！不过我到老都系咁嘅样嘅，应该到四十零岁都系咁嘅。咁惊童颜，所以你咪万人迷咯。你知唔知有个人好中意你？老人迷系咩？你唔知啊？我唔知。一阵间删咗咪话你听。我话爱你爱到黐咗线嘅。系咩？系啊。你真系唔知，唔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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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哎呀，你都响埋出嚟啊！唔好意思，佢讲咩啊？我哋讲啲啱啱响咗出嚟啊！听佢讲咩听？唔好意思，我啱啱听唔到。咪仰慕仰慕，系仰慕仰慕偶像咯，当你。O K， 好多谢多谢。咁点解你一个人住吓？咁咦？你好似有时都见你话搵阿妈咪嘅喎，系啊，我经常搵我妈咪。但妈咪即系又点解唔同阿妈咪一齐住？咁妈咪有妈咪住，妈咪住豪宅，我住呢啲兜踎嘅地方。你兜踎啊？我知道你系咩个？我哋同地藏王菩萨一齐住寄居咯，寄居喺地藏王菩萨屋企啦，我系咁样啦吓。咁啊，呢一个其实讲咧，今日想讲就系讲嗰个家庭嗰个伦理关系，系因为咁难得咧过年咧一家人就聚首一堂啊嘛，系咪啊？咁啊拜年嘅时候你就啊一到过年咧，一家人最开心就系团圆啦，一家人喺埋一齐。系嘛？拜年啊，爹哋妈咪啊，仔女啊，叔伯兄弟啊，全部都翻晒打麻雀啊，咁样打麻雀啊，咬瓜子啊，咁样啦。系啦，冇错。咁啊，呢啲系过年气氛啦。咁啊，
这个屋企呢原来呢它里面有五行在这里、嗯、如果一个屋企呢个五行是正确的话摆啱位置呢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幸福是但是如果一家人屋企那个五行呢一错呢第一屋企不开心先嗌霎多先、嗯、第二呢会有病痛的、嗯、所以呢我们年初一就要怎样要身体健康、嗯、家庭幸福、嗯、首先我们要了解了家庭的五行先、嗯、是吗如果你知道家庭的五行的时候呢、欸、我就知道一家人怎样相处、嗯、五行的意思是、那些人的金木水火土人的五行不是家屋的家庭岗位的五行是家庭岗位的五行、嗯、那我首先讲一个故事先、嗯、好那我就、你知道我以前一到年尾的时候很多人找我啦又要搞这些又要搞路是吧又要看下风水又要怎样、嗯、好了那我们在、大陆呢有些官员找我那这个官员都、嗯都挺大的咁、嗯、佢個官位係乜嘢呢譬如呢笪地要發展呢邊笪地嘅發展係佢話事嘅、嗯啊、即係咁樣即係如果肥蘇買咗層樓喺嗰度呢佢話發展啦肥蘇發達啦我啲介紹啲嘅係即係咁樣咁你介紹我認識先啦咁佢太太都係官員嚟嘅咁佢太太係負責呢做、官員人事升遷同埋、嗯、負責做組織嘅、嗯啊、組織部咁呢就佢哋兩公婆結咗婚之後呢個太太就為咗個家庭因為有小朋友就辭官啦唔做、嗯、就繼續去照顧屋企啦幫助個老公咁、嗯、個仔而家就7岁啦咁但係呢太太做得好唔開心佢話呢個仔做少少嘢呢個老公就會讚賞個仔佢話佢做咁多嘢屋企個燈又係佢換廁所又係佢通佢老公覺得呢乜嘢都係應份即係老鳳係啦老鳳嘅咪出嚟返嚟做咩呀咁係啦我返我執到間屋咁整齊咁乾淨但係呢個老公呢回到嚟咧就係破壞嘅，啊搞到咧即係除條褲又亂咁抌啊，又剩啊，咁啊佢就好似個工人喺後邊執啦，咁佢就好唔開心，佢就啊梗係要揾我睇下風水咁樣啦，咁、嗯、但係我話風水冇問題，係屋企嘅五行錯咗啫，咁我同佢傾咗3个钟头偈，傾咗3个钟头之後咧，佢又喊，喊完之後咧又笑，笑完之後咧，嗱而家過咗一段時間啦，佢老公打電話俾我，啊哎呀老師多謝你。說我太太整個人改變了、嗯、她說你救了我們家、嗯、你令到我們家重生、嗯、即是怎麼說呢她老公是應酬到好東西都不想回家見到她老婆、嗯、原因我因為呢她老婆煩嘛、哦 okay、是不是一味、嗯、喂污糟邋遢怎麼怎麼啊你亂咁擺啲嘢啊是不是放不是我那麼煩她們兩個都回來見我、啊不同嘛我哋揾食啊嘛，我翻嚟想打啊，系啊，我哋揾食啫嘛，翻嚟点样开咩窒你咧？真系就系减压啫嘛，真系初一你就想开年啊？咁啊，跟住咧，佢主要嘅问题嘅症结喺边度咧？佢将老公当成仔嚟管，嗯，系错晒，错咗，嗰、那个关系错咗。媽媽咧好多女性啊，佢一結咗婚生咗小朋友之後咧，佢個母性好大啊，佢就將個老公都當咗仔嚟管、嗯。老公當咗仔嚟管嘅時候，佢個陰陽就錯咗啦。嗱、嗯，本身咧，你陽嘅意思係咪即係話男主外係咪女主內係咪啊？即係話主意係個男人出嘅，女人係一個輔助啊。女人最大嘅武器係咩啊？方家姐，眼淚係温柔啊，唔係眼淚啊。所以佢冇啊，佢冇啊嘛。佢所以一嚟就喊啊嘛，乜都眼咩？一嚟就鬧人，鬧唔掂咧，就趁你最眼瞓嘅時候坐喺你隔離望住你喊，最恐怖呢招啊！女人最大嘅武器係温柔，係、其實咧。男人呢最重要是被需要嘛、嗯、沒錯我说你我叫他问自己、嗯、我跟这个太太说我说你问自己、嗯、怎样才可以享到做一个太太的福、嗯、你是太太嘛太太是一个很尊贵的名词尊称陈、嗯啊、太太李太太是不是很尊贵你问自己我说你见到这个电视机又问遥控器又问花洒又问盆栽又问见到朵花都问、嗯、问下朵花问下乜嘢都问我怎样可以享到做太太的福、嗯、问一路问一路问一路问问下问下你就明白、嗯、因为不明白因为他呢这些人很聪明做官的人呢没个蠢人的我跟你说、嗯、一聪明他知道这件事真的对他好、嗯、他就立刻改很温柔很体贴
咁佢老公又係有心噶嘛，人心係肉做噶嘛，啱唔啱先？冇錯。你見到哇，老婆你轉死性啊，冇鬧我嘅係咪喉嚨痛啊？係啊。咁竟然哇，永遠係笑眯眯講好説話。咦？應該通常呢啲係懷疑佢有已經揾到個外遇咁樣嘅咯喎。咁唔係啦，揾到外遇唔騷你啦。哦，唔係啊，咁佢要翻嚟鬥嗰份咩噶嘛，家用噶嘛。人哋我同你講，有啲女人，所以咧，男人啊要對好自己嘅態度。嗯。喺我嘅理論入邊咧，女人係世界嘅源頭。嗯。一個女性啊，如果你娶到個好嘅老婆，一個好嘅女人，佢係將一個家庭嘅幸福全部托起曬嘅。嗯。举一个例子好简单，为什么女人那么重要呢？譬如你娶一个 老婆回来，这个老婆是好的，她令到你孝顺父母，她令到你的仔女都孝顺爷爷妈妈，但是如果这个女人是不好的，她怎么样？喂，你阿妈好烦啊，送她老人院啦，是吧？跟着和你的兄弟姐妹争家产添，仲要系咯，冇错啦。喂，你细佬点解占大份噶？系咯，系嘛？喂，你个妹啊，成日问你借钱，几时叫佢咁好生意，俾清盘佢，冇错啦，分家咁啊！唔好黐你阿爷阿嫲啦，污糟邋遢咁，系咪啊？冇错，冇错，冇错。所以一个好嘅女人咧，原来咧佢系成个家庭嘅幸福支柱。嗯，所以女人嘅责任好大。但系当中会唔会牵涉到要好多忍让啊，好多即系自我嘅牺牲嗰样嘢？其实未必个个做到嘅。要明道，佢明道理。我同你讲啊。人心是肉做的，如果你对他家人好，你的老公是会感恩你的，一家人都会感恩你，哎呀好彩有阿嫂在这里，是不是整个家庭都感恩你，你是不是带起一家人？所以这个就是你娶了个福星，所以女人是一家人的贵星，是一家人的福星。我早几年呢，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过有一个 talk， 就是这么啱就有一个，我唔記得嗰個人叫咩名字，但係嗰個人咧係一個 event 入邊，其實佢就講好記，我冇記錯，應該有一間保險公司請咗一個人咧，係講對於一班太太，哦、我知嗰個，我知嗰個男人。但我覺得佢最經即係經根本同埋最最經典嗰個一句，其實你呢女人我唔明白，點解你係要個老公驚你咧？系啊，佢见鬼咩？佢大佢以前就惊佢阿妈，佢而家又要惊你，惊晒你话，又要做咩要惊你咧？点解我娶个老婆翻嚟唔系我要爱你，我锡你，我想见到你，你惊你个见鬼喎，唔想翻屋企喎。系，即系我觉得几好笑，即系佢嗰个 talk 好好笑之余，系佢啲道理系好好正，同埋咧全场系笑到呕嘅啲女人。系啊，冇错冇错。我觉得就系你讲呢个道理嘅啫。冇错，好啦，你做女要点样做？佢话女人性如棉啊。嗯。温暖嘅，好似棉花可以俾人哋做一个棉胎咁样，温暖而点样啊？唔拮手嘅，呢个叫做女人性如棉咯。性如棉，女子啊，即系未出嫁嘅女仔咧，女子性如棉。咁女人啊点啊？出咗嫁嘅女人，女人性如水喎。出咗嫁嘅女人要性如水，点样性如水？水系向下流嘅，水润万物而不争，将屋企嘅家事咧系托起一家人。嗱，我举一个例子俾大家听，好真嘅。有些女仔咧好多口的，或者好有啲人咧，冇讲女仔啦吓，有啲女仔好多口。佢咧，佢多口佢点样呢？以是非做人情，明明冇嗰件事咧，佢为咗同你有话题咧，佢就生安白骨花家姐啦。咁咧，跟住咧。嗱，咦系咪你两个系咪嗰个人咧收埋咗？阿诗今日讲啲好似咧冲咗我耳，我哋系咁样行啫，真系利是啊，真系利是俾阿阿老师，我哋走先。咁啊，跟住咧，佢咧阿妈咪咧同佢个阿伯娘咧关系好好嘅，即系一家人住埋一齐大家庭。咁咧，但系咧有一日佢妈咪同个伯娘咧就因为啲小事咧就嗌咗交，其实好小事嘅，即系好似亲姐妹咁好。佢咧就貪得意，佢嗰陣時先八九歲，佢咧就喺佢媽咪面前講阿伯娘啲壞話，佢平時都有鬧你，實質上冇嘅喎。咁如是者咧，佢日日都講，實質上成件事都冇咗噶啦。大家佢媽咪同個伯娘應該都和好如初，但佢咧就覺得好得意啊！原來我講一個壞話咧，媽咪面前講壞話，媽咪會有咁大反應嘅喎。佢覺得好得意，如是者成日講。過咗冇幾年，佢媽咪就屈下屈下屈死咗。所以佢長大咗之後，呢個女仔好後悔，佢到今日都好後悔。原來做人咧，嗰把口啊，嗰個積嗰個口德係咁重要。係哇，依啲好多人每日都中緊呢啲口業噶咯喎。係啊，因為佢貪得意啊嘛。嗯，實際上冇啊，呢個就係咩啊？就叫口業。佢叫是非當人情啊。係啦，呢個就叫做兩舌啦。所以咧做咧，所以我點解我哋過年要講咩啊？恭喜恭喜樹啊，系嘛，和氣生財啊，大家大利啊，咁樣呢啲又好重要啊。
因为你不断是讲正能量令到人家开心，正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嗯啊、所以呢讲过年的恭喜说话很重要、啊嗯欸、这个 我赞同老师所说的，就算平时我刚才都看过书，我明白到呢、嗯、如果想自己多啲人哋嘅 greeting， 即係對你譬如打招呼啊、嗯、或者好嘢咁嘅咧，我哋有陣時而家對住啲鄰居，即係樓上樓下鄰居啊，見到朝頭早譬如公司拖地吸塵嗰啲啊，姐姐姐啊都講聲，喂、哎、早晨早晨，笑笑口，咁佢又同你講，哎好好好，即係咁啊，學我哋大家都開心啲，我心情都好啲，我覺得。我有個朋友做保安，喺堅道嗰啲豪宅度做保安。咁咧，佢嗰度出入都系啲有錢人啊，咁佢就睇唔起個保安。咁呢個人咧，佢點樣咧？早晨，咁人哋咪同佢早晨啦、啊。有個客咧做金融，就喺報紙度寫專欄嘅一個好出名嘅、嗯、專，佢叫佢早晨咧，唔理佢嘅，專登將個面咧都擰埋一邊嘅。佢咁抵死啦，我就要你服我。佢點咧？每日都行到佢面前，佢知道佢幾多樓，喺度睇個，誒專登喺個 lift 口度等佢。早晨，阿乜生，早晨，早晨。如是者嗌咗一個禮拜咧，呢個人咧就嗌翻佢早晨。咁、嗯、跟住而家咧，每隻股票有啲咩信息？哇！真係好嗱，所以人咧要好口啊，係咪啊？咁佢做呢件事本身又唔係為呢個目的嘅。冇錯啦，佢就係、是、其實佢就係你同嗰個建立咗個好嘅關係，同埋佢咧好好啊，喺呢啲豪宅度做保安又好，成日執啲靚家私翻屋企㗎。我同你講，不過咧，我 case 啊咁樣，我研究公司咧，大公司咧，上市公司咧，咁咧就。我對啲下低食，啲下低食 Q 咧好 smart 嘅，全部穿西裝嗰啲嚟噶嘛。咁、嗯、我對佢哋好好嘅，一見到你早晨、早晨、早晨咁樣咯。咁、嗯、啊過年咧就追住你派利是俾佢哋嘅。咁啊係啦，追住佢派利是啊！阿邊個邊個攞咗未？邊個邊個攞咗未？咁啊追佢哋嘅。咁樣咧相對啦，佢對我好啦，一見到我就報告報告咁啊，跟住咧就幫我撳 lift 喎。咁其實咧就出咗事啊，知唔知啊？啊點解咧？以為你係大老闆？唔係啊，其實我我嘅待遇已經同大老闆嘅待遇係已經好接近啦，爭少少嘅啫。即係我哋大老闆好出名，城中富豪啊，係啦。咁啊，即係同佢家族嘅待遇已經好接近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出事啊，就係咩咧？佢咁樣報告報告幫我撳埋 lift。跟住其他有啲咧叫高級嘅管理人員咧、啊，即係我都係管理人員，但我唔係高級嘅管理人員啊嘛，就唔信你啊。咁樣佢就覺得你點解你幫佢撳 lift 唔幫我撳 lift 咧？係、嗯、啊，搞到我唔好意思啊。即係你喺度搞黨派嚇，唔係佢嗰啲好高級，即係講緊係坐緊 board 嗰啲咁樣嘅管理人員啊嘛。佢、啊、覺得搞錯，喂你唔幫我撳 lift， 幫佢係邊個都未知，你做咩幫佢撳 lift 啊？唔係不過咧就係學阿寶善話齋啦，你對人哋好嘅。咁人哋就自然都会啊对翻你好啦，冇错啦。好啦，去到第三个、嗯、第三个，但系第三个我哋要转头。系好啊，好啊，饮杯水先。饮杯水，我哋第一次差唔多啦。斯文啲啊嘛，叫我好温柔啲啊。咩？你有啊？我冇得饮。好想好想呕啊！对唔住。頂你不順啊，年初啊，咩料啊？冇扮扮斯文，人哋先至啱啱講扮温柔嗰啲叫咩啊？家衰口不停啊，家和萬事興啊，聽唔聽到啊？冇錯，年初一我就移動你啦，你都移動，你又出曬鏡啊，人哋歐麥啊，你就歐 cam 啊，你兩個唔好再窒我啊！我哋即係家和啊，先可以萬事興，我哋嘅生意啊，先至可以興蒸蒸日上啊，係咪咁講啊？係冇錯，家和係條遠線嚟嘅，係咯。所以咪萬事興咯，咪啫。點啊？阿寶善係繼續指教啊！如果唔係喎，咁我上一次聽完阿寶善老師講，即係真係要娶個好老婆喎，好爭好遠喎，真係好遠，真係咁搞。以前嘅世界係男人嘅世界，係現在嘅世界係女人嘅世界，係大同世界。女人揾工作容易過男人啊，呢個真㗎。即係所以人哋啊，啲聖人啊，即係錢又容易啲好多。我同你講啊，未來啊，大同世界係點樣咧？就係男女平等嘅世界就係大同。而家唔係就係大同世界咯，係嘛？會唔會變咗雌雄同體咧？未來世界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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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咧，而家咧，其實啊，我同你講啊，男人好蠢嘅，男人好蠢嘅。你哋千祈唔好以為咧，男人好有主見嘅。嗯，男人咧娶咗個老婆就好蠢嘅咯。喂，咁我想插一插嘴啊！我咧嗱，我身邊啦，或者我朋友身邊啦，都有好多咁嘅similar case 咧，就點咧？那些男人呢不知道一结婚呢只是懂听老婆讲的。是啊
嗱，所以你话系咪女人好重要啊？系老婆奴啊，变咗。系啊，我都系好听老公讲嘢。其实咧系我听我妈讲嘢。两公婆咧系互相受影响嘅。我话咧，我见过咧有啲 case 就系咧，我男人咧即系嗰啲变态性格嚟嘅，我女人本来冇嘢嘅，但系咧就嫁咗俾之后咧，两公婆咧互相影响之下，女人都变埋变态性格。系有咁啊，即系咁样你即系互相影响咯，近朱。者赤，系啊，物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不过我有个 case 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阿宝善老师讲嘢啱，就系我喺我老豆老母身上发生嘅。嗯，就我如果睇翻即系过往几十年佢嘅发展咧，如果我老豆好肯听我妈讲咧，其实就应该我而家就无忧嘅生活应该系咪？即系佢，你都系啲少爷仔。佢好唔系佢好搞笑就系佢。我妈话乜佢系要 A 佢就 B， 即系佢系要东佢就西，专登嘅。佢唔知系生出定系个缘分，佢专登系咁嘅。硬系觉得你讲嘅就唔系，譬如佢买啲成套沙包鹌鹑好靓嘅新嘅，佢系唔用嘅。即系佢我妈买嘅就唔系好，佢系要自己买或者听个朋友讲。佢系唔知点解所有投资啊，都做呢啲嘢都系同佢唱反调嘅。咁如果佢真系唔系话一定要跟我妈，因为譬如。有时大家商量有商量，咁啲嘢就可以好多。咁你阿妈咧就应该咩嘛？明知道佢咁样嘅调转都。不过我妈就系话咧，我妈就最差样，我妈好叻嘅，就系冇温柔如水。冇错啦，佢当佢仔咁管啊嘛。系啊，因为你阿妈都系比较大女人啲噶嘛。同埋刚烈啲啊。又有一句口诀传俾人哋，系点啊？抄低佢先，大家。但大家记住，管人是地狱，怨人是苦海。管人是地狱，是地狱；怨人是苦海，怨人怨啊，怨啊，即系怨恨，怨人是苦海，即系唔好管，唔好怨。冇错，我哋要领人不管人，我哋要领人不管人。乜嘢叫做领咧？就系领导嘅领，领人不管人。你领人咧就系话我去做好佢，人哋就会觉得唔好意思啊。嗯，即系好似咳嘅时候，咁跟住咧，你又咳，我又咳，但系你又唔揞嘴喎。你见到我咳，我揞嘴咧，咦，你又唔好意思，我会揞嘴。呢个叫做领人不管人。我哋话喂，你做咩咳？唔揞嘴啊？我偏唔揞嘴啊？系咪？点解我要听你讲啊？系咪？明明我想揞噶啦，你系都要夹我两句，我就唔听。即系简单嚟讲，系以身作则。冇错，以身作则就领人不管人。咁首先，你点样可以领到一个人咧？首先，人哋要服你先。系，系嘛？咁系我学生咧，听我课知道我点样修复我细佬嘅吓，我点样去点样诶细佬陌生嘅事，点样去修复佢咧？冇话佢成日好曳啊！你明唔明啊？咁啊，呢个有机会再分享啊，一匹布咁长啊吓，咁啊点样去？唔系呢个都关乎到家和。系啊，我又点样去感化我阿妈嘅？咁啊，呢啲就真系要我录条片掉上网先得，因为好长噶嘛。系啦，好长嘅一个古仔嚟嘅，够我讲一堂噶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我细佬服我啦，我服我咧之后咧，佢先肯听我。你一味话喂你唔干净啊，你污糟啊，你邋遢唔得啊，咁又唔得。系嘛？你要去以身作则，你做好嘅。你记，大家记住，人心系欲做嘅。人心欲做，只要你真嘅，你唔好虚伪，唔好假。人一定会俾你感化到嘅。呢个系我绝对相信嘅。系吓，咁啊，领人不管人，怨人是苦海，管人是地狱。管人就点样？好似打皮球咁，你越大力打佢，佢就弹得越反弹力越劲。冇错，嗱，我见过一个客，佢咧嗱有两个女人。我又舉例子啊，有兩個女人，一個女人咧好要強嘅，佢老公好林善，好好嘅，做滅蟲公司嘅，咁啊個人好好嘅。咦？你講緊嗰個好似咁熟面口嘅，係咪？你繼續講啊。O K， 咁咧佢老公咧就做滅蟲嘅，好好嘅，即係人哋叫佢咧做啲乜嘢咧，托塔都要做嘅，咁好嘅人嚟嘅。咁呢個女人咧就培養出一個好強嘅性格啦，因為佢老公乜嘢都就得佢啊嘛。好强，乜嘢都要话事，一就一，二就二。哼，佢攞去管老公嗰种性格，走去管个仔。咁个仔唔系佢老公啊嘛，啱唔啱啊？好啦，个仔而家青春期啦，激到佢弹起，激到佢扎扎跳，佢走嚟，哎呀，老师啊，救命啊！我快啲报个局教下我个仔，等我个仔听晒我话。我话个仔点解要听晒你话？系啊。系咩？个仔点解要听你话先？你嘅嘢一定啱嘅咩？系咪？我话唔系咁样嘅，跟住讲咗一套咧。跟住佢先至啊，鋸翻啲，係嘛？咁咪翻去教。另外一個咧就仲搞笑，個女人走嚟哭訴啊，佢老公出邊有第二個女人啊，咁咧佢就話：點解我阿媽個婚姻咁幸福，點解我婚姻咁差？我話因為你攞咗你阿媽嗰套去教你自己個老公啊嘛，你攞你阿媽嗰套去
你阿媽咧，佢個媽咧又係好強嘅，做地產嘅。佢阿媽好叻，好大支嘢，喺香港某地產公司嘅，即係叫頭頭嚟。嗯，即係。我佢嗰日咧帶佢阿媽嚟見我啊，阿媽七八十歲，好中意認叻嘅，即係真係你一睇就知道係嗰啲咧串過碼頭姑呢個。但係呢啲女強人，串過碼頭姑呢嗰啲啊，唔係我想講呢啲女強人比較少係婚姻幸福嘅，佢揾到個臨線嘅老公咪得咯，就到佢咪得咯，你明唔明啊？食到嘅隔食隔咁啊。咁佢老豆咧就係咧，佢老婆叫佢坐佢就唔敢企，叫佢瞓低又唔敢彈起嗰種嚟噶啦。咁咧，佢就攞佢阿媽呢套咧，走去管佢個老公啊。咁佢老公出邊咪有個女人啦？佢仲要嗰個女人係剪短頭髮啊嘛，剪到成個麻甩佬咁樣噶喎。好爽朗嗰啲係嘛？唔係短過你好多。唔係，我想個性格係咪爽朗啊？即係唔會好滋味嘅，好好衰嘅，好好好好咩噶嚇？都嗰個女人都幾麻煩嘅人嚟㗎，即係好麻煩嘅人嚟㗎。咁所以佢老公都頂佢唔順就走，因為佢學咗佢阿媽嗰套，因為佢阿媽識計數啊嘛。咁佢個人咪計到盡咯，咪好知尾啦。我哋講好知尾，乜嘢都計到盡。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家庭教育啦。所以個男人出去都係要温柔嘅，温柔香就咁解啫。温柔香就咁解。喂，但你講到話唔去管啊，身邊嘅人咧，有時係。難做到嘅，你苦唔苦先？你管人，你覺得辛唔辛苦先？辛苦啫，但有啲人佢覺得佢會成功啊嘛，問題。我同你講，即係你想我多你幾次，你會聽我講。你唔係話點樣去管？管佢咧，你個身咧好辛苦，辛苦啊！嗰個人又辛苦，你又辛苦。所以咧，講到第三步，女人會老啊，老咗變咩？老太太咁樣，太太變老太太，老人性如灰。嗱，啱啱講咗，少女就性如棉啊嘛，女人性如咩啊？水水冇錯啦。老太太就性如灰，点解要灰呢？就系温暖而唔辣手，温暖而唔辣手啊！呢个就性如灰。嗱，一个老人家最罩忌喺屋企做啲咩啊？讲是非系咯，唔系讲往事咩？讲是非，通常老人家不断咁将往事重复，重复讲啊！最叻就讲是非，有啲老人家啊，讲下边个几衰啊，嗰个闷啊嘛，屋企冇嘢做。所以咧，一个老人家佢要系咧做全家人嘅福星，佢做兜底保留。乜嘢叫做兜底保留咧？喺啲孙面前咧就讲。唉，你老豆做嘢都好辛苦噶，你要孝义佢啊！你阿妈咧就带大你啊，好冇阴功噶，佢为你咧付出咗好多噶。永远咧边个嗌交，佢就走去人哋面前劝善佢。你唔好同佢嗌交，其实佢都系为你好啫。咁，你咪系咪锯啊？系咪永远人与人之间一嘈吵咧，要有第三个人，就叫做调和啦。系咪啊？就好似你金咧，就同呢个木咧。就是相克的，就叫金木交戰，中間多了一個叫做水呢，就金生水就水生木嘛，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叫做你每一樣東西之間有衝突都要有個第三者來調和？他就只會講兩個人的好說話，是不是？鬼故王和花家姐鬧交，那我就跟花家姐說，鬼故王啊，鬼故王不是想跟他鬧交打你的，他被人鬧的，就鬼故王根本不是想跟他鬧交，想打他，他不是鬧交，誤會了。永远都是二对一的，要讲好说话。咁啊，发觉系喎，原来鬼古王对我咁好。我成日同阿鬼古讲说话，唔好咁怒气啦。系啊，我都要宽宏大量啲啊。过咗呢个猴年之后，过咗呢猴年咪做成年。你讲乜嘢啊？唔使咁记仇啦，咪自己辛苦系咪啊？好善系嘛？咁但系咧，你头先话，譬如话，唔好管人。但系有啲嗱，举例我有 friend 咧，佢系劲洁癖嗰啲啦。系。咁我老公翻到屋企就又系嗰啲衫周围掉啊，跟住厕所板又永远即系整到污糟晒啊咁样。咁你话唔管？就算佢自己做得好嘅，个老公都唔会跟住佢做噶啦，佢都系咁嘅。唔系咁呢个系你的责任啊！块厕所板污糟系你哋冇掀起块板先搞到佢污糟嘅，你明唔明啊？双方都有责任，但系你做多一步，你掀起咗块板咧就得噶啦。个男人唔够爱个女人，系因为佢唔掀起块板啊嘛。唔系呢个肯定，佢应该坐喺度去洗手间。喂，呢个系我老豆教我噶，佢话喂，点解你去厕所唔掀起点解你去厕所咁样啊？直到四围都是第一个地下污糟，第二你阿妈坐落个厕所板度，系咪有细菌啊？咁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坐喺度去洗手间，喺屋企。唔系，但系咧，我某啲情况我都会坐嘅，但系唔系因为你呢啲原因，系啦，我某啲情况我会坐住去嘅。但系问题嚟讲就系如果系污嘢嘅，坐喺度都系污嘢噶啦，啱唔啱？唔系好多人翻到屋企咧，好想回复翻自己本性噶嘛。嗱，好似我咁，我一翻到屋企咧。
我拖鞋周围踢啊，左一只右一只咁。你咩翻到公司就系咁喎，系咯，周围扭。咁我妈就知系几衰啊，佢咧睇啲睇翻啲重播、啊，喂有搞错啊？有乜理由噶、啊？有个厕纸喺台面咁肉酸咁样出街啊？嗰、那个厕纸其实去嘅、啊、然之后咧，跟住咧闹完之后埋位，跟住又摆嚿厕纸喺度。唔系，因为我中意翻到屋企咧，我觉得好 free 咁，我就要即系将啲嘢唔想咁拘谨，令到自己咁辛苦。嗯咁但系我妈就系嗰啲诶，样样要执到好整齐啊，即系好干净、好企理嘅人，一定要摆翻喺嗰个位啊。咁譬如我饮完水个杯，咁就咁撇喺台面噶啦。佢觉得一定要摆翻去嗰个杯嗰个杯架上面。咁我就觉得有乜问题啫？有问题咧？咦，我同你妈几夹喎？你阿妈咪处理？你阿妈好夹？你阿妈咪处女座啦？我妈系处女座，我妈唔系处女座，但系咧就有啲处女座嘅呢啲一种咁嘅。唔系都近处女座嘅型噶啦。唔系，我觉得好烦啊！即系例如接被，我都觉得好烦嘅。点系啊？要接噶，我朝朝早。其实我唔明点解我仲要接到起晒角噶。我而家都唔明点解接被咧系更加企理嘅。我都系咁。唔系啊，我唔明接被嘅咩功能啊？咁我妈话暖啲咯，暖啲，令到张被暖啲。佢话暖啲，但我唔又唔觉得。我话咧系咩功能咧？最主要嘅功能咧系一个清零嚟嘅。你明白是很有用的，成日话咧俾小朋友冇人嚟屋企，唔系啊，嗱，尤其是小朋友你训练佢有一个咁样嘅，我大个咗，你更加要你就系而家就对屋企冇归属感啊，你就细细个冇呢种 training 啊，呢种 training 就即系令到你觉得你系呢头家，你住酒店咩？唔系啊，你酒店酒店反而唔接，酒店有人接，唔系啊，你要训练到你自己系呢头家里边其中一份，而且成日同屋同啲人讲话，你俾小朋友做帮手做下家务，咩叫家务咧？冇错，帮手执下碗啊，开下饭啊，接下衫。记住他帮不到你的，他真的帮不到你，但是这个是一个 training， 等到对于头家有一个叫做归属感。不是，我不他是这头家，但我不接被我不代表没有归属感，我觉得这样放到暖暖地，我觉得这样才是一 个温暖的家。如果你接到太整齐，我觉得我去了酒店，是你明白吗？不是啊，酒店我不会接被的。不是啊，那你入到酒店，酒店就是这样接到整齐。我反而酒店我是乱一点。是啊，我也是的。我都说你踏入那个酒店的时候，那些东西是接到整整齐齐。总之你是相反的，跟全世界人都。不得，我不明白嘛。这三个对你一个都不同样的。你快点学下做贤妻良母。如果那个老公啊。覺得我要接被先，然之後又冇去死啦。sorry， 唔好意思啊。阿老師，你下一個要教育嘅應該係佢啊。你下次攞例子上我堂啊。下次攞例子出嚟，唔該攞花家姐嘅例子出嚟。即係温柔啊，咩賢淑啊，唔係用接被嚟代表。唔係一定要温柔賢淑啊，可以有態度上。唉，係你尊唔尊重呢頭家？唔好再爭論，我哋再講嚟緊嗰啲嘢先。我哋慢慢先，咪後再繼續爭論呢件事啊。一陣先打佢。係啊。继续，即系啱啱我哋又讲完女性，系咪？咁其实咧，我哋咧点样可以做？我有一个学说，我哋燃灯教法入边咧，其中有一部分叫做三明学说。三明学说，三明，人有三个明，系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岗位、任何，所以喺我嘅教法入边就系话，你唔需要匿埋喺深山入边，你都可以收到，你更加可以开悟。你可以成就，就是说你原来你只要找得着你的命，你就找得着你的命。好，什么叫做三命学说呢？人有三个命，第一个命叫做天命，天命为纯阳，第二个命叫做宿命，就半阴半阳，即是可好可坏，第三个命叫做阴命，纯阴无阳的，就叫做阴命。好了，找得着你的命呢，你的命是什么？你就找得着你的命。举一个例子，你是妈妈或者你叫 daddy， 我叫你 daddy 咁样。好啦，你个叫 daddy， 呢个是你的命，是不是？每一个命背后都有三个命。好啦，我们的天命就先讲阴命先。譬如你做妈妈，妈妈或者一个家庭主妇，你叫太太，太太你的命，咁你的命就是一个太太的命。好啦，有三名，阴名是什么呢？只为自己就不为别人。好啦，举一个例，三个字，打虎头。两公婆同一个银包同一张床睡觉，你都度住个老公，你都记住整个家庭是怎样，还要呢自己呢打虎头。我问你一个问题，两公婆同一个银包齐心啲啊，定是各自分开一个银包，这两公婆齐心啲？
兩公婆不可能同一個人包，同一個銀行不是 同一個銀包是做不到的。同一個銀包的意思就是大家共用錢，即是共用的錢，即是在那筆錢裡一起拿出來的，沒錯，共用的錢會齊心一點，應該就 是該就是，如果大家沒有爭執的話，是的，即是 我這樣說，即是一種互信，是的，互信的，一種互信，還有他不用怕那個男人去了哪裡，因為我的徒弟呢，全部我的徒弟都是夫妻檔來的，個個都是妻管員來的，妻管員他們呢，他不太知道自己的人工有多少，因為呢他那個人工的戶口一入就是他老婆去管住，很好，所以他們到現在年紀大呢很好，個個呢我們學佛堂很多模範夫妻的十幾二十對這個太太有陰命，陰命就只為自己，或者成日偷啲錢走去做其他自己的賭錢啊，係嘛？或者自己走去 happy 啊，買靚衫啊，唔顧個老公，甚至唔顧個家庭，係嘛？呢個就係陰命嘅太太。宿命嘅太太咧，就係做好佢太太嘅本分啦，係嘛？我照顧好我屋企，照顧好我老公，相夫教子，呢個就叫做宿命。宿命就冇所謂好與唔好，佢忠誠嘅，可上可落嘅，就叫做宿命。咁乜嘢叫做天命太太咧？天命太太就係話，我做呢個太太嘅身份之餘，我係能夠移風易俗感化我身邊嘅人，令到譬如阿陳師奶見到你咧，哇咁識相夫教子咧，佢會跟你學習。點解你屋企咁和樂㗎？你屋企咁好㗎？咁跟住佢話：，其實一家人咧都係互相忍讓啊，點樣令到你嗰個條村啊？譬如你住何文田嘅，係嘛？嗰條村咧，呢個陳師奶咧，個個都讚佢，個個都好嘅，佢好幸福，能夠移風易俗，呢、這個叫做天命太太。所以你睇下，你做電台啊，肥蘇而家做個飲食節目，佢都有三命嘅，係嘛？佢陰命啊！淨是為自己的，淨是壓飲壓食，壓飲壓食的，是吧？撈著數的陰命了，宿命呢就是他做好自己的本分，是不是？這個就是宿命。那他的本分，如果他的本分可好可壞的，你不知道他這個性質是什麼東西，他可以悔人悔道的，是吧？就是他的本分，看看他是做什麼東西。好，第三他用天命，他是天命肥蘇。天命肥蘇就是說他有黑的，他想移風易俗的，或者他可以在他的大氣電波裡面給到一些正能量，人家聽了你的節目，肥蘇啊，我本身想自殺的，因為那天我聽到你的聲音我不自殺，是吧？自此之後呢，我愛上你了，這樣是吧？就這樣都很開心的，真的有些聽眾跟我們說是真的聽了節目之後本來有自殺的念頭沒了，這個就是天命，是，所以你們呢是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感化，開心了，是吧？所以你們呢每一個人是在做功德的，我明明已經不斷按奇案的教人估不到是可以，即是有一個這樣的作用，正面的作用，沒錯。所以你看看你找得著你的命，是你是不是找得著你的命，他好像剛剛那個太太，即是做官那個，他在家裡做太太，他在外面一樣可以做他的上司的，所以這個就是物物一太極了。我說，我在家裡做太太，我出到去翻工的場所都做太太，那就錯了，是不是？那我出到去當然是做將軍，做大兵打仗的啦，那是不是物物一太極啊？你回到公司，你是一個員工，那你就做員工的位置咯，你回到家做阿仔，你就做阿仔的位置咯，你是做老闆，你就做老闆咯。好，你回到家走去做老闆，是不是？如果你是这个管反的，你回到家当个仔是的，审犯管反的，那有些人不自觉都会这样做了，那他这个是不是找不着他的命啊？他找不着他的命，他就丢了他的命了，所以他就享不到家的福。现在我又想起我以前有一个老闆，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人版来的，是他在公司其实很高层的，做到真的很高层，现在都是一个就是传媒的大集团的即差不多是头头咁样，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COO、CEO 咁样。咁但系咧，佢喺屋企嘅岗位咧，就佢亦都好成功嘅。系，咁佢个老公咧系人都知麻烦噶啦，麻烦友嚟嘅咁样，管到突变嘅，即系大家都系觉得佢哋感情好好嘅。当然啦，背后嘢我哋唔知啊，就睇得表面啦。咁啊，但系即系个老公又好听佢话咁样，咁佢翻到屋企咧，即系大家去佢屋企嘅时候咧。就覺得佢即係將所有嘢佢又管得好好啦，但係佢又唔係嗰種即係仲強權嗰啲，係啦，咁佢又講嘢又好温柔嘅喺屋企嘅時候，好似啲台灣女人，係啦，但係一翻到公司咧，佢又有翻佢自己嗰種硬朗啊，一個老闆嘅一個角色喺度啊，咁佢又平衡得好好，但係即係好少人做到咯。嗱，呢啲咧係
廣東女人未必做得到。係係啊，真係嘅。誒，佢係一個西西地嘅。哦，西西里島嘅，少少半塘，喺意大利西西里島，意大利西西里島，少少半塘翻嗰啲，係啊。嗱，呢啲就係佢自己嘅覺悟，嗯，即係佢有佢嗰福啊。咁但係唔係個個有呢個福，咁所以咪要學習咯。就好似一個女仔，佢如果真係佢想有幸福嘅生活，佢係咪如果佢一早接觸到呢一套理論嘅時候，佢明白？哦，女子性如棉，女人性如水，老人性如灰。佢慢慢学到呢一套嘢嘅时候，佢系咪懂得嗰个人生嗰个学问啊？佢就遇到呢个问题嘅时候，佢点样去面对佢？系咪啊？譬如今日我又处理咗个问题，就系、是、佢嚟揾我，咁咧就系佢发现有第三者啦。佢老公之前佢系2014年嘅时候发现佢老公有第三者，咁2015年嘅时候咧，佢嗰个老公咧就同个第三者咧去旅行。就俾佢發現咗，咁佢完全癲曬，因為點解咧？結婚22年，咁咧佢老公咧，佢係佢老公嘅初戀啦。咁佢老公係好錫佢，好照顧佢，對佢好好。但係點解一變就變咗好似第二個人咁樣咧？咁佢瘦咗10多磅。咁咧佢就不斷去 check 佢老公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即係甚至想輕生嘅念頭嘅。咁跟住佢喺2015年嘅7月咧，喺城大咧聽咗我佛學初階班嘅講座之後咧。啲人改變咗，就係啱啱嗰套學理論啦。第一，佢知道無常，佢感悟無常先。人生係無常，佢有對無常觀，係嘛？空性觀、空性正見，乜嘢叫做空性正見呢？就係話你知道一切嘅嘢係因緣和合嘅，係嘛？而家因緣聚嘅時候，佢會好。咁其中有某一個條件壞滅嘅時候，咪會變化啦。呢個就叫做無常啦。咁佢接受咗先。第一樣，我哋處理問題有四個他，係咪啊？接受他。接受咗，面对他，解决他，放下他。我哋慢慢消化呢四部曲先。系啦，我哋翻嚟再讲。休息他而家。休息。